感觉是受伤了，他的一生快结束了吧？不知道是什么鸟。我这边太热了，去树荫下怎么样？那好，不知道翅膀那边有点受伤了。看就这里了吗？好了，就这里了，比较高一点，比较对啊，翅膀这边受伤了。对不太到焦，搞什么鬼？左半眼睛，感觉可能也受伤，还是老了，看不出来。右半边，看起来眼睛就锐利多了。好啦，总之你们应该有自我修愈能力，就到树荫下，搞不好还有虫虫可以吃了。就这样喽。拜拜咯，哟，好，就在这里好了。这是棒塞在我手上吗？还可以哦，留点味道。